教舞蹈团队是荣获去年110年的五项特优奖的优秀团队哦。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好。来是个这个花月哦，那也邀请大家来我们的园林来欣赏蜀葵花。这个活动一直到5月1号哈。那来园林呢，除了我们的蜀葵花可以看，我们还有很多的美食。我们有琉璃仙境，有百果山乐园，还有我们的城山步道等等，非常值得大家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。那除了我们园林蜀葵花之外，三月真的是这个遍地都开花哈。我们的这个黄花风铃木啊也很盛开，我们的这个木棉花也很盛开，甚至于我们二水的花旗木也在这个时候盛开。紧接着五月又是我们的油桐花哈。那在清明节之前，我们的八卦山上面还有阴阳八卦，欢迎大家多来彰化户外走一走哈。那也可以参加我们200块钱以上的摸彩哦。从3月20号开始要开园要开幕哈啊，动员。在昨天，我昨天到园区来哈，就遇到从桃园、从新竹、从丰原过来的一些民众来这边赏花哈。这个连续8年的一个蜀葵花田哦，让全国各地都知道园林最出名的地方就是蜀葵花田。当然刚刚县长有讲除了蜀葵花除外，因为这边交通便利离我们市区很近。我们园里的美食非常非常的多，我的米苔吧，我的鸡卡蛋我的米糕拢做有名哈，我的个家食小吃，然后包括在登山步道、白果山，值得大家来一游包括来这边除了赏蜀葵花从4月开始又有桐花季所以来这边除了蜀葵花可以看，还有桐花可以欣赏，欢迎大家到园里来。太好笑了，这个观光事业，过来会当发展台湾社区的迄个设计产业，而且再麻烦各位哈，会当台湾做一个宣传对啊呢。去咱个红山步道赏那个桐花，吼，园林真正好耍，都好食，足济，嘛爱感谢咱个馆长吼，对咱园林区真照顾啦吼，甲咱挹注很多经费，照顾咱园林区吼，安蓬勃发展。请男孩小爱心吼，美美的心带回家，美美的心情带回家，激情美不美丽？美。好，再来这边。